基地救治的病孩也特别多，每天的医疗费也相当高，现在被弃的狗狗也特别多，我们捡回来都是有病的，所以每个月到月末就是领养时紧张的时候，尤其这个月用票连接到底，到现在抽不出来，孩子们明天就会挨饿了，都是有病的孩子。瘫痪床上起不来了，这个眼睛失明了，所以每个月的医疗费让我们真的很难熬过每个月呀、啊。宝宝啊，他饿着呀，在盆盆站着，宝贝。今天没有玉片呢，他只泡了一桶，他每天是两桶的。他怎么孩子没饭吃？节省吃他先。咱这个玉米片基本没多少了，看这个，这院里这么多孩子，我记得几千个毛孩子，他这点玉米片很金贵啊，没啥吃的了。这大姐紧着是不浪费呀，紧着在这款呀，一点都说实在，一点都不舍得浪费呀。吃的对咱现在太重要了，一点吃都没有了。现在这么多孩子啊，都等着呢。都等着呢，孩儿哈。吃的了，要不然这些小孩都不知道能吃这东西。别吃了，孩子，别吃了，不能吃这个啊！这不是你吃的，这不行。没什么呀，吃的了，要不能吃这个呀，孩儿啊，饿呀，孩儿饿呀。但是都抢着吃啊，这一个盆里倒一勺，都抢着吃。吃饱了哈，哎呀，吃了六个劲儿，满着盆儿都吃六个劲儿，真是饿呀。孩子们的饭盆几乎都是空空的了。但是昨天志愿者捐了点狗粮，今天还能吃到一些狗粮，明天就几乎没有吃的了。希望爱心的志愿者能帮着，帮他捐进玉米片，让孩子们把这个月末过去，别让他们饿着。本来今天孩子命就都很苦。你这个院的狗是不是粮食也不充足了？不充足的，每天都泡十二袋，今天就泡六袋，轮到明天吃是不是？明天吃呗，要不明天一点食都没有了。明天没了。行，那咋整？到月末总是这么艰难呢。孩儿们呢，今天吃不饱了，试试孩儿们。我们这些大可怜的孩子们都是经过犬瘟治疗好了的，现在就是因为抵抗力下降，再由于下雨这面潮湿，皮肤病也是很严重的，每个月到月末都是这么艰难。宝贝热了，满院有几千只狗，整个救助站有几千只狗等着吃饭。哎，这都是还都是大狗居多，这大型犬特别特别能吃。啊，都是大狗特别多，
整个就是让大狗都是比较偏多的。